演演小酒来到底月啊那个月那月想着爱情念的酒哦那路啊哦一啊那呀哦人的魂在地命不阿凯，师傅，不敢。你起码是当弟弟的师，师傅。那个玉君，哎，但多一条怪我注意听哦，太厉害了哦，好像拿了豌豆哎，好，够童谣哎，够十十八姑娘一朵花啦，哇，够一条生命安讲。你是过了这 CD， 我等你去过十几来，这哇哇哇哇哇，这三句提出来就哇，十几条来，是，重点来啊，这三位少年家是。你感觉你小批评者小指教者，你感觉个人特色伫倒位？这边有一位小帅哥被点歌给江志峰老师听哦。小等我请教者，你是江老师的歌迷吗？你这么年轻，几岁啊？十二。哎，你会唱江老师哪一首歌？都会唱。随便两句。向伟笑脸哥是。你感觉你小批评者小指教者，你感觉个人特色伫倒位？哦，他没讲阿凯啊，这个咱就边讲啊，嗯，这边边讲，是不会当讲哦，是边讲，应该讲请江老师来判断者，这三个少年家红无？哦，这三个他没讲，那阿凯啊不容置疑吼，这卖已经是台语界上高手的，台语界。这阿波夸秀哈，当然每个人都各有巧妙的地方，是。但是阿凯啊，他总和平均起来，一进来是感觉机会呢，哎呦，感觉机会，有朝一日，对。啊，你明天再跟我来激流，画个机会就给他了，师兄，你实在不听练，今天气氛嘛不讲太管，今天我叫我变成听练，对。来，然后玉君，对，玉君大家拢知啊，他有一首歌很红，叫一张皮。哎，你有注意呢吼？我有注意啊。其实我欣赏他很久的。哎呦，你拢就是哎不要误会了，不是这意思啦。谢谢老师。欣赏歌的，是不是这意思？但是我个人是这意思啊。你哪样啦？你莫等我进来，我休息一下。注意，卡注意嘞！江志峰粉丝团底下你卡注意嘞，卡注意。我哪里介意无关的？卡我，哎，那就个人的想法。但是就很棒，很好。第一次到这边了，发这条歌，一条飞了，阿家冻袂掉。对，红遍大江南北，哦，归台湾，所以假以时日更红，对，更红。会议，值得期待。会议就不简单了，嗯，哎，南龙才啊，哈，有一个会的，就叫江会，哎，红不红？然后你看张惠妹也有会，哎呦，刚刚听到没有？谢谢老师，对，刚听到没有？好，大家还有问题哟。小蛋姐，拄只咱的乡长嘛，甲我讲，伊家己嘛足想要出唱片的。这听起来歌声可能是袂歹的款哦，要来鉴定一下无？哦，爷乡镇叫你忙，还有时间出唱片哦？来，掌声欢迎咱很狗，来。今天多咱这个王牌制作人江志峰老师叠加，现场鉴定看乡长会使发唱片。乡长，你今天要出唱片吼？那有机会了吼。安尼，干要卖本乡呢，还是卖全国发行？我本乡来卖，招都袂歹啊。江志峰老师不啦，哈，不敢。江老师啊，你跟一条歌，啊，请我江老师听者，什么歌？婚中委仪。婚中委仪，这是男女对唱哦，咱两个吗？哇，哎，卖讲嗨啦，
人家气氛好好的，我头看到你怎么行一个，我是拢会记。啊，无你点啊？啊，你敬者，你敬者，董玉军，董玉军吼。因为这徛个姜伟比你较悬吼，咱歹势对无？喂，真正画面无好哩。你若讲男女对上，迄个噪音啊比你较悬哦，唱歌唱歌暗光快对。画面不好。哎，对对对，好嘞，桂姨咱就桂姐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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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桂姨来香港的女军，是请讲的。咱坦白讲哦，要害朋友做两件代志上好，一个是叫伊出来选举，第二就叫伊出来出唱片。伊即马两条拢要做呢，伊即马两条拢要做，所以，我来做你，我来是你的好朋友哦，你就是出来好啊，好啊，算了好啊，不，我唔是关心我，彭老师讲，哎，彭老师讲一下，是乡长啊，这做咧大家当作娱乐的，是啊，乡长爱唱歌，我感觉江老师写一段歌，给乡长，啊，咱大家捧场，安尼好唔好？谢谢。我这多做一段，你要把那个人大家讲。我但是，我个乡长报告的，江老师就贵，一条瓜30万。来来来来，那那吃粥啊，吃豆啊。这粥啊，本身就一条瓜啊。嗯，粥啊，粥啊，一条瓜就好听。哪有？注意听哦，粥粥。走走走，我们小桌边打走，走走走走走，一同来吃粥。师兄，你不累吗？你给红六关这条瓜。哇！你三十万红看清楚啊！有机会了哈，有机会跟红六拍你好冇？感谢红六，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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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都懂，我该巧啊，我该巧啊，都懂都都懂。其实三十万是无影，三万块都会使。感谢感谢，哎，师兄，不，再再，哎，唔好讲出来，嗯，安尼人以后知我的行情啊，哎，就不要紧，咱的行情愈来愈好咧。咱拄则是听到乡长甲玉军唱嘛，是，来，恁两个位置好不好？我这两个少年咧，恁两个少年咧，喝大，来跟一条江老师的歌，伫江老师的面头前唱，安尼较厉害，安尼应该爱来跟一首合唱的歌，对啊，恁两个，恁两个，对，跟一首《爱你的理由》。哦，老师吼，再麻烦一个批评一下，问题是会一样唱无？我会晓啊，张老师的歌，那也那也当袂晓。赶紧去拍一个破的来。张老师，郑恺唱的物件，跟我唱的物件，那个味道完全不一样。哎，而且又提升一个境界。哎呦，老师，我塞下去拍一首、二首、三首、四首。丢。郑恺直接一手拍五首，一手拍五首，所以才出来瓦赫啊！哎呦，那惠仪就更不要，更不用说了。哎呦，对，今天幸好结婚那个没有来，阿伯直接被他踩在脚底下。大脑五块的这个歌声，其实炸张秀清都换，这个歌都换掉去了，不可能跟他张秀清起来。对啊，早就要换姜惠仪。秋蛋，你今天换一下。不是，我是对你笑你啊。其实我蛮要唱啊，不。繁华拢是梦，繁华拢是梦。这是美凤姐，对美凤，跟这五号者唱的。陈美凤，美凤姐，行行行，我跟好朋友，我看到了。哎呦，你两个站在开玩笑。咱来开下我们粉丝团点一个歌，来。迪迦迪迦，这边有一位小帅哥被点歌给江志峰老师听哦。先等我清稿的，你是江老师的歌迷吗？你这么年轻，几岁啊？十二。哎，你会唱江老师哪一首歌？都会唱。随便两句，随便两句。预备，起。太哎，要红要红，趁现在啊！真的真的。进来进来。离开你头一天。好好读书，好，这小朋友，好不好？好好读书了。哎，这条歌歌名是啥？青江啊，青江。我嘛不知，也是我唱不出来。你就准备唱青江啊，就要唱条江，咩来乱呢？还是要唱九江？还是要点青江？不，我知。青江。知，你咪个讲啊？我知你上来要讲啥？你要我保持一下，我今日身体状况。我知你烧声，你发烧。小朋友点七缸。真的好。好来。好，你咪搞乱。我不会搞乱啊！哎，那边开边边。我搞你乱。来，七缸来拍破一来。
头这呢等，离开你第三天，忍受痛苦甘愿。第四天，爱恨交错，甘是错乱。第五天，我是假走找你的人。第六天，我怨天。我以前拢真钦佩歌迷啊，吼。对对对。因为咱咧听，比可比讲某演唱会时，为头翕到尾安尼，吼。对。每一个人啊，吼，尤其是新人，都希望每一工啊，对。把规个安尼戏戏叫变变叫安尼真好啦，吼。对对对。哦啊，但是这个江蕙最近出新唱片，是。我一块歌我好听着，哎呦，非常的好听，哎呦，对，真的。而且这个歌，我希望江老师在边啊，咱好好甲听一下。哦，对对，因这个歌是一对老歌嘛，对，叫做《被遗忘的时光》。被遗忘的时光，改作台语。对，什么人改？荒山亮老师填的词。哇，荒山亮师傅，喂，荒山亮，你发烧了没？搞搞，荒山，你的酒你讲一遍。你是会花旗啊？来，那咱有迄个叫胖健的时间，胖健，咱就正开一个机会，用主持人的口气来介绍，预备，去，继续要带来。你那辛苦了，电台工作，还得做电台做久啊，一直为观众介绍。好，继续要来甲大家介绍一首歌，哎呦，是由咱的江蕙仪好所唱的一首歌曲，叫做《胖健的时间》。破声。鼓励，谢谢。这首歌太好听了，而且感觉起来呢，哎，老歌新唱的感觉。哎呦，尤其是这个整个爵士的这个节奏哦，是，好难感觉讲哦，咱很容易就进入了那个情境。是，而且中间萨克斯风的声，我就哎，我感觉到，其实师傅萨克斯风吹得很好。哪里呢？这真的哈。而且我在他身边几年，有受到了一种啊艺术的感染。是，我可以过去一下吗？是，啊，师傅您好。哎呦，不，这突然一条光哈，勾起我们那个往日的时光。是，来，不，我先感觉一下，但是你先帮我伴奏。好，那待会我们那我就站在右边好了。啊，来，因为这样夹杀比较快。慢来，叫多黑点噻。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这一段来忘我了，被遗忘。
浮现出我心坎，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不不不，你在哪个状态？喂，哎，那特别讲哦，我师傅咧演早的时阵，我特别讲，他嘴巴都没动，所以我一直在看，我看后边老师有没有谁在帮他抽帮忙，哎，结果没有，帮他演奏，演奏演奏，然后师兄在演奏的时候。一些嘴一直在抓起，抓起，我们才是在抓。因为我音域要很高啊，真的。而且我就觉得，我就刚刚吼，哦，不要再跟他那个好像在讲，有在讲什么话。我刚刚塞你，你在请问其中。哎呀呀！哎，啊，主要你后边不要。嗯嗯嗯嗯，哎呦。没嫌疑哦，我就是安尼想。你用家己搞没有？无啊。这个我听好咧。小明哦，我你这个大口袋。小陈，你笑啥？我听你在大口袋。喂。来点歌，点歌，点歌。迪迦，迪迦，咱这位姐姐啊，今仔日要点的嘛是一条经典的老歌哦。哦，这一条。请问你要点什么歌？繁华拢是梦。什么？繁华拢是梦。这里是美凤姐，对美凤。跟这五号者请问，陈美凤。美凤姐，行行行，我跟好朋友，我打电话。哎呦，你两个咋电话？开玩笑，我看到对着辛苦片对话久，你知影？没有。我看到跟董玉君你那兄董志成。欢乐传真雅虎，你靠美凤姐放放。喂，哎，啊，美凤姐你好，啊，我跟你讲一个秘密。我们今回来超越时机。喂，哎，啊，美凤姐你好，我跟你讲一个秘密，伊无接电话。啊，无噪音啊，也像人唱《繁华拢是梦》。你你还要笑伊吗？小快要唱歌。啊，无人要笑你，今日怎么来笑咱？董玉君给他怀疑啊，你了解无？啊，但是五号折，干嘛呢？干嘛呢？啊，今天几号？今天四号，今天四号，天亮就五号，你要再回来，我要唱到天亮，哎，遇到五号就打折，马上就来了，哦，明天就打折，哎，你调调，你调调，调调，哎，应该找得起，那可怜了，我就顾不看了，原主唱能五来吧，来，繁华弄起，弄起吧，来，大家先过来。哎呦，哎呀，给，哎呀，谢谢，谢谢，哇哦。哇哇！唱歌好，你好你好你好，首歌好，哇，你好，张老师好，海哥哥好，哎，怡姐姐好，董玉芝姐姐好，哎，全部得罪光了，你不要给，不要给，你这顾不看到你啊哈，是，你闭起来人啊，你自己做陶醉呀，好故意，好家伙，哎，是啊那拢的瓜段无看到你的招条啊，其实十几年的时间吼，是没有在发新专辑哦。啊！伊拢伫电台做节目啦，电台做节目，是伫台北电台做节目，拄着瓶颈了。哎，拄啊好无迄个机会，搁打入来安尼。安尼是，哎呦！啊，毋过吼，今嘛有一个好机会，今仔日出来吼，表示讲我搁有一个新的唱片要出来。哦，啊是这样，这个紧锣密鼓在赶制当中。是，哎，因为我甲吴浩哲吼，我嘛差不多一年十年的好朋友啊。是是是，伊在咧西餐厅唱歌嘛。是，哎，我不然我退出这个西餐厅的这个歌。餐厅界吼是有原因的，是因为伊，因为我若继续做伊，就无当我做。是，这个小江老师吼让给我做了吼，所以讲吼，今嘛诶，各有这个机会唱足久啊，我这个练功练得很好，对不对？所以今嘛我出来，是啊，我这个新的专辑里面吼，这个我们小江老师有帮忙足大的忙。哦，为啥？不是，其实大家我们在讲，其实咱江志峰哈江老师。
伊的贝斯弹真好。哦，说噶，所以伊要来弹弹一只贝斯。我是听讲伊，我是听讲伊做囡仔厝有拍米皮，拍米皮，即马还用弹贝斯。哦，弹贝斯厉害，真厉害啊！是啊，啊，而且配唱的时候要来帮我配唱。我说足感谢伊，好啦，不讲真经。即每一个人哦，拢唱歌，咱去 KTV 唱歌，拢唔知讲写歌到底边样处理，写歌的美角伫倒位。啊，咱唱歌徛较开咧，咱哦，姜老师徛中吼，爱物件来物件来，今日要请啊，姜老师甲咱开始一下，到底虾瓜是要注意什么物件？来，姜老师，黑木叮当吼，来，姜教授请开始。姜教授开讲进行喽，这戏里要念不？姜姜姜姜。到底瓜要安怎写？瓜要哪写？咱拢知啊。歌若好，不是是歌若好，人生是彩色的。歌不是是歌，歌甲歌，是歌是歌啦，不是歌，是歌若写了不好，人生就是黑白。所以这个写歌最重要。是以上江教授开始的是废话。来来，先，你今日表示讲讲完啦，来来，今日，啊，今日是江。你有讲跟没有讲是一样的。下瓜是一个刚刚年了哈。对对对。啊，今天读了这个五号者来，跟这个姜老师，啊，这下人陪伴，另外够几位。哦，足尊重姜老师，啊，尊重各位哈。是。伊讲要来跟大家共台欢喜一下。安尼吼。这人就是咱歌坛的飞翔路，大家欢迎黄飞。好，恭喜两个啦，大家好。姜老师好，那边孙哥好，你好你好，吴哥哥好，姐姐好，吴哥哥嘞，飞姐姐嘞，台上是二王以后的组合，哎，那请教黄飞，黄飞定位来超越是去金门对吧？对，定位去金门嘛，系啊是啊，哇，有什么发现有什么好料的不？风景好，嘿，物件好食，总有够食，便当都好食，便当就好食，系啊。我今天炸一个木来，我炸一个便当哦。炸便当来，一般咱年纪那里吃饭哦，贵宾尊真饭店，那个炸便当，嘿，我炸便当，啊，你炸便当，而且那个便当足稀奇的，会出声，便当会出声，有声音的便当，那是 iPad 啊，做便当型的，会出声呢，真正版的啦。正版的便当，不是假版的。无你安尼今仔才有生意，无提出大家哦，偏一下。系啊，你大家有想要偏一下无？偏一下。来，欢迎姐，欢迎姐。系便当请出来，便当。哎呦，啊，真正有一个人。来，咱行出来。哎呀，过去的乡亲，大家好。哇。已经接阿妈恁的邀的便当来啊。六六六六，碰过啊！便当，六六六，便当。这，啊，你那真很细啦！啊，那他都好握手，我那也无。便当，你左个囡仔，我拍摄你。不是，因为囡仔会寒，我嘛想要有一点啊温暖啊。小等你啦，你这几度都要扣出来啦。这对金门扣出来啊！你按便当嘛？嘿呀！今日非常的欢喜。你是选举的哦？无啦，你是选举，你妈咧碰过。会当来参加咱伫台湾的。歌唱综艺节目吼，收视率上高的超级夜总会，我感觉非常的荣幸。啊，随这时间来感谢咱超级夜总会的制作单位，让我有这个机会啊！谢谢。没，赞。我是就欢迎你来。是啊。你是搞迄个张秀清做掉迄个啊？我无啦，无。大概搞伊啦。是啊，比什么对姐姐不？哦，超级歌喉战是，真正张秀清叫你讲话的呀，谢谢。你今麦今麦是不是结束啊？不是，因为足好唱的，我这周也唱袂顺，伊拢唔爱插我，你敢知？我很少看到那个歌手比制作人大牌，所以我现在谢谢。看起来不知道。秀清老公的便当的恨，对，秀清老公的黄飞嘛恨呐，我嫌烂啦。对呀！啊，张秀清连电视台 NG 十七次，哦，不要紧哦，十七次，170次了。电视录影呢？一头前录歌录袂落啊！我因为听到他们讲哦，每个歌手都有每个歌手的盲点。嗯，我倒是很少看到有人像迄个黄飞安尼吼，我都扮两个就好诶，三扮四扮两扮五扮六扮七扮高八扮高扮安尼。这意思我解释者，因为对，继续过来对，有四分二，有四分三，有四分五，有四分之四，对，所以就翻起来了，干哪路歌？
老师是音来的，对对对，我不要去。来，黄飞，你敢示范陶晶姐的？你好，哎，老师口播，谢谢。天刚色，变动啊，小丽。什么款的杀气？哦，好好我才听到讲什么人叫阿叔嘞。这歌做歌星不简单呐，吼！各种的歌曲安尼，好啊！来，现场朋友开放者，来点歌。红高速公路底家底家，这边有唱起来足古锥的，只要要点歌哦。我这种一讲就袂动的，你去讲伊足古。足古锥的呢，哦，你看，只要出门你要点什么歌？一杯咖啡。一杯咖啡啊！这首歌我也都爱养唱。你养？是说你听听？一杯咖啡。来有够甜，伊是咖啡，也是咖啡，也是咖啡咖咖啡。你实在太有才华，先生，一杯咖啡是你的歌，你变来唱我唔知，哪个婆仔个出来，看伊变来唱。写歌的人就是安尼啦吼，一杯咖啡嘛，我都写这个歌。我听到对面看蒋老师唱歌，一种气质。诶，伊咧唱歌，为什么大家拢感觉看伊安尼有一种魅力安尼？伊唱歌就刚才讲一个足高义的少年人。嗯，伊要去甲一个人啊表达伊的心意。嗯哼，所以唱歌。
你是怎样？你对于插图的？师兄，今天我不跟你骗。师兄，嘿，我觉得你那个是要捕虫的那个动作。蜥蜴就没你们假糖。哎，注意看，很咸的。哇！吃掉，吃掉，吃掉！太像了，天气较寒，糖无得吃，你要较认真拍。拢冬眠啊，冬眠。继续讲，来，真的是。前头个朋友要听歌无？来，阿凤，你要听什么歌？可爱玩笑人，可爱玩笑人，可爱的玩笑人。那是文世星呢？哎，文世星，天哪！是安尼吗？天哪，你是文世星啦！可爱玩笑人是谁的歌？是我的歌啊！不是安尼唱吗？不是啦。可爱的玩笑人。来蛤蟆吃无汤，因为冬季拢比起来长。过来啊！过来！太厉害！因为伊是冬天的汤，所以来这样人遐人。台湾小人，尻川有几杯汤。喂，喂，你来给不要唱啦？你拢还在搞怂？你嘛是伊啊，不是我啊？你嘛是王王菲啊？交接一下。这是男女对唱吗？这位歌还是男女对唱，就轻快。喂，你比你更一个。啊，我现在自愿无啦。来来唱，来来唱唱。啊，不你啦，你不是。不，你无。我是负责来乱的。你叫我唱歌有较困难。哇。我讲迄落话，他加便当啦，哈，加便当，便当哟，加一种迄落啦，哎，便当，五哥啦，做无听吗？无啦，我讲我头拄啊加便当啦，哦，今麦头拄加便当，今麦要五哥啦，来五哥请接回来，五哥来，我便当唔知要哪唱啊，而且你唱过啦，我试看麦，五哥心情歹，又一个国家。嗯，又是国家的名胜古迹。五哥心情歹，五哥哭哦，对，靠就哭哎，就你，五哥哭，进来，太乱了，来，快点，快点，来，掌声鼓励。